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总统来到现场，欢迎总统，掌声欢迎总统。怎么这么巧，全场欢迎总统，台北市长柯文哲这时间却刚好衣服乱了。这一握就是两人整场唯一互动，柯文哲宁可和后方民进党议员聊得开心，和总统却连眼神都没对上。柯蔡同台参加义民祭活动，简直互当对方是空气。各位贵宾、媒体朋友、市民朋友，台下安坐，台下好。你致你的词，我看我的稿。柯文哲不断左顾右盼，看来柯市长和绿营两子真的结得不小。尤其前日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哽咽驳斥投靠，说还说自己只是选择支持人权的党。那他的意思是说，时代力量啊，社民党都不支持人权是还是怎样？让你触及心里面最惭愧的部分就会这样。2013年他在成大念书的时候，我就见过他。然后呢？没有了，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嘛，只是在每个人会常常是这样的，每个人在利益、价值、现实当中会一直做选择嘛。林非凡的数度哽咽，柯文哲不以为然。就算曾经再欣赏，如今也只能各走各的路。TVBS 新闻邱志军、李国政、李作恒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